机器吗？你可以住我一年可以用吗？那我们可以就是我们第二段讲那些老电波，把它给弄平静，让它乱响。我想可能吧，我想一切都有可能，一切人力只要想的想做成的事情总有可能。但是很多事如果人力只是从只是在人的意识层面去做一些工具啊，不管他是设计的机器人还是什么，那在人力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话，它总是有局限性的。就是除非有外星人或者是有更高维度生命等级的人在地球上做，可能对人力的影响更大。如果产生于人力的东西应该没那么先进吧。那到时候我们就不用打坐那么麻烦的成佛了，直接不是这样的。任何外在的力量帮助你，你会成为一个佛像而不是佛。你会成为一个全身放光的无所不能的人而不是佛。如来是种醒来的状态，觉醒的状态，它不是任何像。你不管与任何外力去创造一个东西，那只能制造出一个像，而任何像都在生灭里边，有成就有生毁坏掉那一天。那有人说佛是超级生命，那我想说他还是生命吗？应该不是。相对于人来讲，那说超级动物、超级植物，那该怎么说呢？相对于人类来说，他可能说，比如我们说外星人，我们是有人道的角度说外星人，那猪肯定说外星猪。那羊说外星羊，对外星人来说无所谓啊。我们可能会笑，因为我们脑子里对猪跟羊有不平等的看法，觉得人更高明一点，外星人就很高大上，外星猪就觉得贬义了。外星生命来了，我只能说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猪嘛，是吧？那你称什么外星生命？外星生命来了说外星猪它哎好听啊，外星人哎好听啊，他觉得好听啊。因为他没有猪跟人的分别嘛，他觉得猪挺好，挺好玩的，肉嘟咚咚的，人也不见得好多漂亮，是吧？看他喜欢什么了。他觉得猪也可以当宠物，猫也可以当宠物狗，人不可以，他就觉得猪跟猫更好看一点，他宁愿叫外星猫、外星猪，他不想叫人外星人，是吧？说人那么丑，我不想当外星人。还会分别吗？还会去分别众生？比如说我要度众生，我得看这个众生他是哪里有问题，还是要分别？我想他肯定会分别的，否则他怎么度不同根器的众生呢？哦，那对啊，就这些已经翻回来的这种分别啊，真是。我相信是的，翻回来从哪翻回来的？我这个就没搞清楚，你绕晕我了，从哪翻回来的？我从众生的那儿翻回来的，是吧？从佛那儿搬回来佛像，他应该分别，因为要随机度化嘛。众生他分别的只是众生的根器啊，众生的执着点。比如说每一个众生，因为分别执着不能证得嘛，不是都是如来智慧德相嘛？那他执着在哪里？他执着在哪？他此时此刻执着，他就破那个执着，他不分别怎么破呢？现在有一种能量疗愈，就是它可以就是通过什么管道，然后帮你清理什么脉轮那些有用吗？如果你觉得有用是有用，看你接受了，有的人就有用，有的没用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的，对，就是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种。没什么，因人而异吧。这世界很多的东西都是因人而异的。现在我们末法时代，是不是很多众生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去恶道的比较多？去哪里啊？恶道啊、嗯、看哪个报熟了呗。因为现在我们那个什么贪欲啊，吃东西也特别讲究，要杀业，这些果报也特别。你确定比以前重吗？因为现在那种餐馆啊，高级的餐馆特别多，然后做一个那个食物还要做很多花样出来，然后你确定原始人类还吃人呢？有时候你确定我们的杀业比原始时候重吗？我们确定，我只是说不确定欲望还是因人而异吧。我们的欲望多，但我们都是见地啊，很宽广啊，
我的欲望是因为更多的物质丰富导致的嘛，太丰富了，这世界七成狐狸青蓝子的东西太好玩了，那所以很多很多的，但也就是一个欲望，欲望成不同的东西而已，是吧？欲望不就是我想要嘛，但没有也 OK 了，又怎么了，是吧？这不代表我们在造业啊，也没什么，是吧？那个，比如说你去饿到你，所以他比如说造什么样的恶，他决定你去哪一道。我们生生世世造的就是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，是吧？一种是善业，一种是恶业，一种是不善不恶的叫无忌业。这三个业看哪个熟了嘛？恶业熟了才会下三恶道啊，善业熟了就上。那我生生世世这三种业银行存的很多，看哪个熟了嘛？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做善法，因为行善法的时候容易善业熟，因为有善的触缘，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不断的善报熟，那样我们走得很顺啊，一路绿灯嘛，就是绿灯啊，绿灯是顺一点，是吧？如果恶业熟了就红灯嘛，就障碍多嘛，是吧？如果你正好往生那一刻恶业熟了，就很容易掉三恶道；善业熟了，就往上走啊。去恶道，然后就是好多大劫哦，那个一个大劫都是很长的时间啊。是啊，是啊，不要去恶道。啊，然后我们人类知道的历史才5000年，那个这个东西完全就超出我们的那个认知的范围了。有东西知道的，比如外星人，比如释迦牟尼，比如圣人，他们比人的智慧等级高一点啊。所以总会有人告诉你的，但是最好别掉恶道，倒挺辛苦的。你说了，五白是做猪，猪是不知道自己，连死的时候为什么会死也不知道，反正被杀前一天都呵呵呵挺快乐的，是吧？无明嘛，他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回事。人类是知道死亡的，猪不一定知道，有的猪知道，有的猪不知道啊。比如说我今天杀了一条鱼或者是一个动物，它以后会来找我报仇，那么它那个信息它不会找你报仇的，它哪能敢找你报仇？就是那个恶缘嘛，它是那个恶缘，它是怎么联系？它怎么就知道我以前伤害过它，然后就找到了我？有信息的，你生生世世都在这。信息里面带的。对，是你生生世世都在这，他生生世世也在这儿。你现在你活在这一世的一个状态，他活在这一世的一个状态，但不代表你身边的那生生世世的东西不认识对方。万一你活成那个维度的那个你，他活成了那个维度的他，因缘具足，你们俩相遇了，那他就觉得仇人。但是这个维度的你跟他不知道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，你看见他也生气，他看见你也就吵成一堆，都有这个可能，这就是孽缘。那莫名其妙的觉得你要帮助他，他也帮助你，就是善缘嘛。但信心也是幻境，所以不要着相。我们说生生世世的信息，信息是万法，就是万法。我们有时候说信息像种子一样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啊，像种子，它遇到什么因缘，它就开花结果，就爆了嘛。但是如果我们成道，安住在空性的角度，这些东西不是幻境，是人定的是。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有局限性，你要突破人道的东西。你在成道，在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啊，不要永远以人类的东西来解释境界里边的事。这个不是迷信，是你的意识层面有各种形，你可以突破人类的时间空间的。提前叫出来，叫出梦境。但在人道说人话，我们可以用人类的语言交流，但不代表你真的，你是在六道，你有六道的心。我们在珠海就说珠海现在是晚上，你在美国就说美国的时间，但是我们俩心里都清楚，即使在美国的时间跟珠海的时间，这两个都是假象，只是地球在旋转的过程出现的两个时间，这两个时间都是空，但不代表我们俩不能以珠海的时间交流跟美国的时间来交流，所以我们俩现在在交流都是有假名，就是说假如今天是现在是人类的晚上，假如现在是天道的某一个时间，所以佛经里边都说一时一时，都说有那么个时间，因为他站在六道说话嘛。因为佛陀讲法是给六道众生听的，他不是只给人类听的。你看佛陀那些大乘经典，佛陀在放光的时候，那些东西他在放光，有在说法，他有这种各种光明啊，各种咒语在说。但是他在讲法的时候，你说你看那些前边记录有多少人参加的，都上万上亿啊，
说什么天人什么，还有很多六道众生啊，那时空是不一样的。你觉得我好几几年几月几号几时几点，我现在开始说法，天人就不认啊。天人怎么会是几几年几月几号？我那是几几年几月几号？他说我那是几几年几月几号，那就意思了吧？有那个有那么一个时候佛说法了，这要公平啊，站在六道里面，因为时间是个假象，没办法，只能说意思。有那么个时间，你要认为是啥也行。你是天人就以你天人的时间，你是人道就以人道的时间，你是阿修罗就以阿修罗道的时间，你可以自己定位啊。然后佛再说，空性再讲法。我感觉我们一看现在东西，一看这样，大家看见以后永远藏在这里面，就感觉经常就掉出来，就不像掉出来。因为无我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可从的地方。到最后，你一定要有这种认知，因为你是无我的。所以你认为有个你，它一定会存在这儿，但是最后你会证得无我的境界，你是空性，那没有可从的地方，没有一个概念可以存进，所以没有信息可存在的地方。嗯，一切都是缘觉，就是你知道，因为众生创造了这些东西，众生的业报呈现出这些幻境，你看见这个众生，你就知道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，他会创造什么样的环境给自己。你看见一个每天愁苦的众生，你知道他生活的不如意，你难道不知道？还有算命吗？他给自己身边，他的自我的世界是悲风秋雨啊，就是很凄凉啊，因为他呈现出了那种凄惨的状态啊，所以他的世界里边不是天道啊，他不是自在天啊，他不自在啊。我们念头一出来一个，他清还清楚的，再出来，他好像。就云雾太多了，就蒙住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要管它，它出会无量无边的出的，它就叫水大海上的水泡。这进了睡梦里面去了，这睡梦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用什么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冒水泡，大海是知道冒水泡的，但是它不会被水泡影响。